仅售200银币，这也太贵了吧！嗯，不起凑什么热闹，举着去，别影响我做生意。不是，你，哼，这公参荒里胡哨还带着镂空设计，高纯度的星铁可塑性却很差，根本打造不出这种形状。我看啊，这公参里面的星铁含量应该不会超过三重。配置完魔力药剂之后，我就真的成穷光蛋了。 好的，先生，您这边请。小小年纪就开始进行魔药配置了，即使在工会里也是难得的奇才，想必又是哪家贵族的公子吧。